相声对春联，表演者岳云鹏、孙越。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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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点名，不用点名。哎，行，发私信，发私信，别嚷嚷。好嘞，谢谢，谢谢。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非常感谢，谢谢。上的台来，请允许我做一个自我介绍。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难免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啊。不认识你买什么票啊？我来自北京德云社。我叫岳云鹏，是一个小学生。我来自河南，老家在这儿。其实每次来郑州演出是我特别激动的时候。是啊，但是也是我不太敢来的一个小小的原因，就是为什么呀？要票的太多了。这倒是，都是朋友，都是亲戚，亲戚、朋友、邻居、同学啊，直接都是要票，是弄得我也没有办法。今天我看这个体育馆是刚投入使用没多久，是吧？奥体中心体育馆，我们以前都是在那个河南省体育馆，对，要么是在会展中心，但是肯定是没有今天人这么多。我听说这票呢，大概两三天就卖光了。感谢父老乡亲，感谢爱我的老乡亲们，谢谢。无以为报，对，我还年轻。这个去北京，好了，我感受到大家的热情了啊！欢迎回家，谢谢谢谢。十几岁进北京打工打拼，后来认识我师父，能够给我机会说相声，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也上过春晚呐、也什么，哎呀，不提，啊，我们没提啊，都是你自己提的，谁说这个了？那不是什么骄傲的事情，什么演脸上可显出来了啊，什么演过电影，什么《满江红》几十亿，哎呀，跟我没有关系。可有一拿得出手的了。真是每次来到这儿演出，就跟回家一样。是，可不是吗？就是回家了。台底都是亲戚。都是亲戚，都是老乡，还赚你们的钱。哎呀，吃相越来越难看，退钱是不可能的啊！对，坑的就是老乡。这叫什么话？这叫什么话？退钱退票，这是绝不可能的。对，因为德云社的服务宗旨就是不退票啊，想怎么样都行，就是不退票。
可以跟大家多奉献一会儿啊。奉献，对，像什么特殊要求什么拖一个那来不了，那没法。加钱，我的妈，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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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现在还指这挣钱呢？人家给钱啊。行了行了行了，您现在大明星知道吗？您别这么啊，不合适，主要是今天有人录像，今天啊，今天有优酷录像啊。对对对，哦，优酷的网友们大家晚上好。绝不脱。就扣不怎么好系。对，你解得够快的哈。加钱也不可能啊，还有这不是钱的事儿。对对对，一个亿，亿我都想脱了，你一个亿呀、啊！哎呀，瞧见买主了，又有优酷录像啊。又有一个亿啊！还有很多人拍这个短视频，发快手是吧？为什么？我快手代言人啊，对，对不对？那我们就发抖音，我不能跟那两个字同框，你知道吗？是，有本事你把手机删喽。好了好了，谢谢谢谢。来自河南，心情特别的高兴，是聊两句闲天，特别的开心啊。孙老师，您是哪里人啊？我北京的。哎呦怎么了？怎么还有点害羞呢？怎么？我哪儿害羞？我问他哪儿人，他说我北京的，有点害羞，有点害羞。没关系，没关系。虽然在北京您欺负我十几年了，但是回到我老家，我只字不提。可有录像、啊、什么动不动就虐我，那没关系没关系，这是只字不提吗？这个没关系，真是好嘞，这个没有可信度，我能感受到大家的热情啊、这个尤其是大哥一直在喊各种字眼儿啊，这个您不能声音太大，因为我的演出我是有节奏的，你知道吧？因为你要是打扰我的节奏，可能人家说了，我就按我的节奏，反正都是捞响嘛，对不对？哎呀，无所谓，堆起来。你别看我刚才一上台，这得有十来分钟了吧？跟大家有说有笑，其实我的心情还是没有平复下来。还激动着呢。当然了，这是我的家乡啊，是，都是我的父老乡亲。哎，啊，刚才说孙老师是北京的，我是河南的。是，北京跟河南啊，其实有很多文化上的差异，有吗？还有这个方言上的差异。哦，百里不通风。那当然了、就比如说啊，普通话跟北京话还是有区别的。哎，北京话是北京话。我们普通话说，请你往那边挪一挪。哎，先生，请您往那边挪一挪。对，北京话怎么说？您借光闪闪身，您借光闪闪身啊。哎，但我们河南就不一样了。那河南怎么说呀？你就啪过去啊。像要打架。没有、就简单嘛。简单。还有这个压岁钱，收压岁钱。您平时收压岁钱吗？哎呦，小时候收。比如说啊，咱俩现在就表演一回啊。比如说我是你爸爸，你然后呢？您怎么上来占便宜的？我都纳闷儿。一会儿咱俩角色互换呢。我还能啊？一会儿我 行，比如说我是要不先演我这瓶儿？不，过年了，我给你压岁钱啊，给你100。哟呵，儿子，过来，过年了，给你压岁钱100，拿着。哎，你看。谢是这个表情。哎，比如说1000，儿子过来，来给你压岁钱1000。1000。你看就有变化，就颤抖了。哎呦我天。行，比如说10000，儿子过来给你压岁钱10000。你是不是贪污了？咱家怎么这么缺钱呢？你看他不一样。到了我们河南就不一样了。河南怎么给啊？
啊，我啊，我到我演了啊，角色互换了，也是一样哈 啊，儿子，滚！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这人不孝顺啊，我不孝顺，合着我孝顺，我跟我爸爸没有好脸儿，你偶尔我还打我爸爸，你不是。你不是跟你爸爸没好脸，你是跟我没好脸的。怎么了到我这儿？再试试来。儿子，来100块钱。鸭子去，中。走了。哦，就落一中。100。100哦，那给的少可能是。来，儿子。哎。来点鸭子去，来1000块钱。哎呀。管得啊！哦，他不一样，是是是，儿子，来，给鸭子钱，来10000块钱，一碗，哦，一万，对，约海嘞，好家伙，我们濮阳话，约海嘞，1万，哦，这老多就是，这就很多了，哦，哎，打小我就比较喜欢这些。文化上的东西，我就研究文化类的。我就比较有文化嘛。真的，你不用跟我解释啊，你跟他们解释。老乡们都知道，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四庄乡岳村集村。哎，我就那个村保送的北大。哎，您。保送是取保是保送的，什么叫取保啊？怎么您还能保送北大？考的大学没有保送。你啊，你还上过大学呢？不是，我有点可能不过我觉得全场都不信，我跟你说。北大呀。北大。嗯。哦，哪个北大？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啊？啊，那我没上，我从那儿路过过。路过那哪个北大啊？北京大兴、庞各庄大学。庞各庄只有大棚，这全西瓜地，那哪有大学啊？这是跟您玩笑了，我没有上过大学。没上，你吹这牛干嘛呢？我这。但是我没有骄傲。也没有自豪。哎，行，没有上过大学，就是不害臊，就是。高中上了吗？高中得上了，高中要是不上，说相声算诈骗。真的。你看看，回老家说点实话吧。哦，高中上了。那上了呀。哪儿上的呀？我现在就是在诈骗。你看，实话实说了，还没上过。初中总得上吧，初中得上了，初真上了，各位，真上了。初中哪儿啊？四庄乡二中。哦，四庄乡有这二中吗？四庄乡当然有了，有四庄乡的朋友吧？没有二中。你要说在北京说可能还问不着，你在这儿说太好问了。我说都是老乡，搁这弄啥，净搁这戳来呢，都背的我还说老家话，怕我听见是怎么着，串供的是怎么的？你们没有初中得上啊？虽然这个文化这个程度不高啊，哎，是是是，但是涵养一直在读书。哎呦呦，一直在读书，学习。你喜欢读书吗？喜欢。你也喜欢书？喜欢呢。哎呦，太棒了。怎么你书也喜欢你？您往那边站着，省着打雷劈着我。怎么就占我一便宜哟？抖一个小包袱嘛。你看我乐了吗？还抖一小包袱，还什么人呢？这都是喜欢看书。书籍四大名著，《道
倒背如流，可以吧？嚯、哦，倒背如流，那您得看多少遍啊？这得记下来很多遍。那您随便挑一本，给我们背两篇。四大名著倒背如流啊，著名大寺。多余理你，就该臊着你。你臊着我干什么？这四个字儿倒背如流啊！你以为呢？我以为书的原文呢。啊，书的原文内容。对，我倒背如流。是啊，我疯了，我有病啊！我还是高估你了。就有文化就完了呗。后台很多有文化人。是吗？什么于谦于老师？谦儿哥，北京电影学院，对，导演系，导演系啊，导演，他自导自演，天天导演，那不上两堂课就瞎了吗？那不就瞎了干什么？导演是导自己演呀、啊，不是吗？还自导自演，不麻烦别人哎，没导演是指导表演，指导表演，哎，有文化，有文化，什么高老师啊？高峰，天津大学水产系，对。到我这儿都不行，跟市场学的，低我三分，低你三分，对，哎呦呵，那您几分啊？听听，我那意思不是几分的事儿啊，哦，比我低一些，最有文化就是我，平时喜欢的东西多了，嚯、哦，您比人有文化，哎，你喜欢什么？我听听，你喜欢什么？吟诗作对，最喜欢吟诗啊，您各位，对，您等会儿，一会儿，您别胡说啊。没胡说呀，现在这抓的力度很大了已经。您就别站这儿，好几千人都知道您是，举报你怎么办？跟我有什么关系？是不是你什么叫吟诗？还是小孩在呢？什么叫吟诗啊？我知道有小孩啊。那你不能说这话，吟诗干嘛？你误导人家知道吗？不是，对，你没明白是吧？我问你。您那吟诗那吟字怎么写、啊？吟，对，三点水吗？一点都没冤枉你。他说的呀。他说的对吗？你是哪个字儿？你说呀。三点水一个今天的今吗？三。这念字吗？口字边一个今天的今，吟诗作对。哦，吟唱的。哦。啊吟诗作对，作对怎么意思呢？我最喜欢作对，是吗？逮谁跟谁作对，抬杠。什么叫抬杠啊？不是作对，跟人就是拿枪作对。作对联是我的强项。什么您呢？就咱过去那对联啊，那都是大文化人才能弄的。那是我的强项啊。您还有这能耐呢？哎呦，怎么意思？手都背上了，怎么？您对，当然了。哎呦呦呦，行，当然了。行，裤衩着火，当然了。这都是有文化人说的话吗？行，哎，月儿，您要会这个做对写对子，我先问问您，嗯，这做对联这规矩您知道吗？我当然知道了。啊、哦，您说说，讲究是上联是一个字，下联就得一个字；上联两个字，下联就得两个字。对字吗？上联是一万个字，下联就得一万个字。这哪有上下联都一万字的呀？你贴两张同样的报纸啊？改读报栏了，怎么的？哦，这不光字儿的规矩，嗯，做对联还有这韵律上的要求。当然有了，有您知道讲究是天对地，哦、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仄。你看，这河南就是文化人多啊。那当然了。是。河南文化人太多了。哎呦呦呦！哎，用河南话也行啊。啊，讲究是田怼底，淤、哎、怼缝，打卤怼唱红，泪印印，雾梦梦。哎呀，山华怼海曙，迟日怼苍穹，平仄。
这怎么还有回音啊？还有，哎呀，真高了您这个。啊，这么说您还真会这个？那当然了。哎，那您说了啊，当然了，一个字儿怎么老没就没灭是怎么着？裤衩着火。行了行了，呵，一直着着的是怎么着？您行了您啊，您刚才说了一个字儿吗？对，一个字儿。对呀、啊。那我要出一个字的上联呢？我给您对一个字的下联。好嘞，那我给您出个上联，一个字。您听我这上联是上。上。嗯，我给您对。有文化人。下。文老祥说了呀。文老祥说下吗？他们要不说，你还不一定说这个呢吧？那我给你对不上。你愿意上不上？对，等下趟是吧？等下趟。对，坐车呢这儿。哦，上对下。上对下。哦。忐对特。忐忑。阿对欧，阿斯德对阿斯都。歌也会。哦、哎呀呀！哎呀，行。哦，上对下。行。嗯，我再想一上联啊，我这一个字是天。天，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楼上的朋友，嗨起来！虽然你们花钱很少，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一定要嗨起来！我讨厌这人家。行了，月伦，我就问您一个字的上联，您对一个字下联就行。哪儿这么多话呢？不说你怕忘了是怎么着？你雷隐隐，雾蒙。行了，没人问你了。到了河南，雷不叫雷，那叫什么呀？泪，泪皮子里。就是你，什么人呢？你怕？怎么了？这是您，我说什么您对什么？别那么多废话，知道吗？我没那么多废话呀。天对地啊，啊，是吧？朋友们愿意跟我嗨呀，尤其是后面花钱比较少的朋友。行了，花钱少话还多，嗯，是不是？你就是这意思，我告诉你。你管着吗你？真行，行，这都是俺老乡。天对地是吧？一人一脚踢死你！我怎么那么讨厌呢？行，天对地哈，您听我这上联，我这上联一个字是盐，盐对醋，哎，怎么盐对醋呢？盐是咸的，醋是酸的，盐对糖，不工整，不好玩。盐对醋，盐咸醋酸，盐对醋。哦，天对地，没问，雨对风。月亮没有问你这后边，行了，可以。雷隐隐。我欠驴你，我就告诉你。行了，您就告诉我，对完，别说那么没用的，知道吗？真行这。哦，言对错。嗯，那我这上联要是好。好对歹。什么叫歹呀、啊？好好歹歹，谁说孬？前排一大姐，好对孬。好对孬。什么叫孬啊？你这满带改的哦。好对什么？那对孬，歹哦，歹啊，歹歹人的歹、嗯，就是坏的意思哈。对了，哦，那我这上联要是是呢？是对炮，是怎么对炮啊？你知是我一挪炮，是对炮，合着又下上了。跟您这么说啊，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上联，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下联，我这上联是上天。言好事，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哎，腊月二十三祭灶，月伦，灶王爷，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哎呦，还有身上。行了，您是这么对的吗？啊，您是这么对的吗？对呀、啊。我说上，您对的什么？下天地言醋好歹是炮，上天言好事，下地醋歹炮。你现在能觉出那孬字儿比歹好？下地醋孬炮，醋把炮孬了，
一下地那醋吧就开始挠那个炮，行行行，那个炮在那儿推推推，行了行了，您这不怎么样对的啊，赖谁呀、啊？赖谁呀、啊？赖你，凭什么赖我？对对，俩有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崩的吗？你不说一个字对一个，多说几个字啊？多说几个字啊？那我要说三四五六七呢？我跟你对，要不起要。怎么改斗地主了？你先说的呀，三四五六七，我跟你对六七八九十。哎，别别，管上你。哎，就还是斗地主。哎，这么着，您喜欢斗地主吗？喜欢啊。您要喜欢斗地主啊，咱们今儿来个新鲜的，咱们以斗地主的这个牌型，出牌的形式，咱们对个对联怎么样？斗地主出牌的形式，对对联？哎，对了，这我都没听说过。哎、我说完上联，甭管几个字，每个字的首字母，哎，连起来就是一个牌形。首字母，哎，什么是首字母？就是汉语拼音那个第一个，大写那第一个字啊，明白了吗？比如德云社，DYS， 对对对对对对对，岳云鹏 YYP， 是是是，我、哦、明白了，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你说吧。行哈，您听我这上联，我这上联是啊，息息相关，这啥意思啊？这词儿不用琢磨，你看啊，鸦雀无声啊，不是，观众也懵了啊，这弄啥呢？这是啥呀？我觉得观众没懵，就他懵了，你知道吗？管你听听，这是啥呀？息息相关，这是啥？这您琢磨琢磨，首字母啊，息息相关啊，三个 X 一个 G，三带一啊，斗地主三带一，哎，息息相关，是嘞。简单了，我跟你对，蛮简单了，不卑不亢，是不是三带一？举一反三，我送你俩，可以，可口可乐，是不是三带一？行啊，当电灯泡，当，是不是三带一？啊，还是，姑姑姑父，叔叔婶子。是不是三带一？你奶奶的，你奶奶的，笑话打什么婶子那？我觉得你们家亲戚就来了，我觉着，是不是在台底下呢？这都是我的亲戚，有我的婶子，来，都是你婶子，这全是。哦，行行行，您呀、啊，甭那么多废话。既然您对上来了，咱们正式好好开始。来呀，我给您换个花样。嗯，您听我这个啊，不光是三带一，嗯，里边还得有一位明星的名字，还有明星的名字。哎，对溜。来，您听我这个上联是啊，洋洋得意。三带一有了。对，明星是谁？杨洋。杨洋，原来学跳舞那个。我给您对啊，跃跃欲试。哪个明星叫浴室？嗯，怎么了？你瞅那个要死的表情。那个明星叫浴室？对呀、啊，我没这个呢，还浴室？哦，明星是月月。哎呦，月月浴室就是我洗澡的房间。没人问你。我说怎么水不劲劲的呢？说话，还你洗澡的房间呢？你行，可以您。您听我这个啊，来呀、啊！我这上联是“斤斤计较”，斤斤计较四个勾，改炸了啊！四个勾炸我，炸你！我给您对“凄凄切切”，四个圈儿，哎，嘿，行啊！我给你对啊，“坎坎坷坷”，四个 K。我给你对啊啊啊啊，这是什么叫啊啊啊？四个尖儿，你还真能对付。在河南，尖儿叫什么？哎，这洋气吗？这整着叫哎，行行行行，我四个哎，哎行行行，现来。我崩了你，我崩了你，我有四个哎。哦，就四个尖儿，说白了哈。怎么拐上你啊？你听我这个啊，我这是魑魅魍魉，四个鬼，全是鬼字边儿。
我给您对琴瑟琵琶八个王。哦，上面一个，上面俩王，可以呀、啊、您。您不行，那斗地主玩的不错呀。那当然了。行，您好好，这么着。当然了。哎呦，行行行，好。裤衩着火。哎，是是是。您这裤衩还金真金烧。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咱们换个形式，怎么样？来呀。这个，哎，有这么一位歌手啊，叫毛不易，您认识吗？我知道啊。好。咱们就以毛不易毛老师为题，来，您听我这上联啊，我这上联是啊，毛不易长毛不易，怎么样？真恶心人，你搁这儿？怎么恶心人了？毛不易长毛不易，哎，对，就说明他那个可能卸了呀，是吧？长点头发都不容易了，嗯。我跟您对，嗯。热一扎，热一扎，又热一扎，就喝热啤酒。行啊，有点意思。那您听我这上联啊，我这上联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这什么意思啊？两边念都是一样的呀。哦，打这边看是这样的。打这边看是一样的，还是一样的呀？这太简单了。您对呀、啊，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多好。我说您对，您对。郑州的姑娘长得周正，话是好话，但是对不上，对不上。对，从那边念不通顺，不通顺。嗯，五块五花肉，花五块五。对，是对上了，我们那是地名。山西运煤车，煤运西山。行啊，举一反三吧。山东运煤车，煤运东山。这不用反。山南运煤车，煤运南山。你看，真有能耐哈。您听我这上联啊，我这上联是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还是那样的。对了，是吧？您的运煤车不行了啊！我给您对13800000831，改电话号码的，简单啊！真能对付您，简单，有点脑子，还真有点本事。这么着吧，咱俩也不胡闹，不开玩笑了。嗯，我规规矩矩给您出个对子上联，怎么样？我规规矩矩给您对一个下联。太好了。嗯，您听我这对子上联啊。嗯，是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北雁南飞，嗯，双翅东西分上下。哇，孙子，你全占了。没有必要说那个称呼吧？你好孬啊！我全方位定完位的，您来吧，东西南北上下我都有。这是个孬孙呐、啊，这是个，绝不是好话，我告诉你。你再说一遍，我再说一万遍，你也没戏呀、啊。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我给您对。南雁北飞，双翅西东分下上，我们是仰飞。我见过仰泳的，没见过仰飞的，那不都掉下来了吗？大雁仰飞没有啊？喝多了，大雁。我给您对前车后辙，两轮左右走高低。前后左右高低，呵，可以啊。哎，对的越来越好了。当然了。哎，行行行，好，裤衩着火。行行行行，您快灭了吧，这说话声越来越细是吗？嗓子有点累。不懂幽默，不懂幽默，这是我玩的一种浪漫。您没有慢，您就是浪。行了啊，这么着，我给您出个绝对儿，来呀、啊，怎么样？来，您听我这上联啊，没有绝对儿，各位就没有。天下无语不成对儿，讲究是天对地。我没人问你这个，
你们上学时候要这么努力多好啊，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啊。雷隐隐，呦呦呦呦呦，行了行了，您听我这对子上联啊，啊，我这对子上联是啊，说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我给您对，嗯，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说提了塔嘛喇嘛，让他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了塔嘛喇嘛的塔嘛，别喇叭哑巴急了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哑巴也急了拿喇叭打了提塔嘛一喇叭，你拦着我呀。我拦得住你吗？你跟得了疯狗病似的，你真行。我说的对子上联，您对什么绕口令？我没听懂啊，怎么那么些蟹，那么些足啊，什么玩意儿啊？哎，我给您解释，解释完了就明白了啊。这不是去年九月以后就开海了，那海螃蟹下来了。我母亲呢特别爱吃这海螃蟹，嗯，但是呢怕她吃多了寒，嗯，就给她买了一个大海蟹，嗯，老太太呢吃呢。都是先把这足蟹足就是蟹腿啊都掰下来搁桌子上先吃这蟹身子，吃完这蟹身子呢老太太不过瘾，可是没了呀，一看有这蟹足就是蟹腿，把这拿起来又吃了，全吃完了还是不够，就是这对子上联您听清楚了，说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哦，明白了，这是你妈的事儿是吧？我怎么老觉得像骂人似的？这是你妈的事儿是吧？我母亲啊，你母亲的事儿，我的妈妈，嗯，他妈喜欢吃螃蟹，是吧？蒸好了之后，把那螃蟹身子吃完了，哎，嗯，觉得没吃饱，没吃够，没吃够，哎，还一看还有螃蟹腿儿，是，就吃那个螃蟹腿儿，对对对，吃完螃蟹腿儿觉得还没有吃够，是，然后你在旁边观察，哎，嗯，有了一个对子上联，是，是不是？对，如果是我的话，怎么呢？我就给我妈买螃蟹去了。这还有心弄一个对子上联呢，还我怎么出个对子上联把自己弄得不孝了呢？不是，您甭管我们家事，吃多了老太太胃里寒得慌。你再说一遍。我再说一万遍你也对不上来呀，啊，你听我这个啊，说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我给您对，骑驴磨腚，骑驴腚，骑腚还磨腚。这都什么玩意儿啊，我们的吃螃蟹您这怎么还有这腚呢？这什么呀？这都是，啊，这我自己的实事啊。你说说，前两天我们去春游啊，大伙都愿意骑那个马，嗯，我不愿意骑马。怎么呢？我爱骑驴。啊，那驴小点，驴安全。嗯，哎呀，那个驴它没有马鞍的呀，我铲骑，我就骑上去之后，哎呀怎么办，磨我的屁股啊，嗯，哎，磨我的屁股我就往后吞吞嘛，吞吞，我骑到驴屁股上了，软和，没有想到啊，骑到驴屁股上还磨我的屁股。是啊，这就叫骑驴磨腚，骑驴腚，骑腚啊还磨腚。就去你的吧。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学跳舞，表演者安九健、刘春山，掌声有请。谢谢，谢谢您一个人的掌声啊！主要是这台啊，哎，有点大，可能是吗？没走上来，掌声停了。对，刚才二位说了一段，是啊，叫反气口，传统节目，传统节目，嗯，下去休息啊。两个演员也好，好啊，好啊，嗯，羡慕他们，羡慕他们什么？年轻。哦，年龄小，年轻就是资本呢。嗯，尤其是逗哏演员。哦，桌子外边这个董霄元，董霄元，嗯，年轻，是99年的。啊，你别乐，真的，不是1899啊，1999啊，1899像话吗？他一乐，我就怀疑他看错了，99年的，以为他参加过虎门销烟呢。老毕巧，1999，今年22岁，1999年，我们队最年轻的演员，对，嗯，桌子里面这个呢，啊，年长一点的刘江，97年的，比他大2岁，大脸。嗯，俩人长得多好看，嫩嫩，嗯，跟花儿似的，啊，跟两朵花儿似的，跟花儿似的。啊，再看这位，哦，我也跟花儿似的，长得跟根儿似的，我都埋泥里快烂了吧？那个沤了肥了，您都，没那么夸张，啊，是吧？啊，俩人小孩儿，尤其是董霄元，嗯，小脸蛋儿是嫩着呢，嫩啊，一掐一股水儿，一掐一股水儿，一掐一股水儿，哦，怎么样？一掐滋儿。
那能就出去了。粉刺破了是吗？一两个的。好，没那么夸张，人小白净脸是吧、有点小美丽豆是吗？下去休息。嗯，换这位老师表演啊，换我继续表演。了不起？有什么了不起的？有名气？没什么名气。刘春山，哎，是我，是不是？啊、是是是，刘春山老师，嗯、哎，鼓出来。啊啊，是是，是给我鼓掌的。你这介绍里没有断句，人不知道在哪儿鼓掌。啊，刘春山老师，是是是，爱跟您聊天。行，跟我聊，握手吧。又换，哎，说相声的，对对对，风趣幽默还滑稽，多客气，是吧？喜欢跟这个说相声聊天哦，我爱跟他们一块儿待着，是开心啊、哦，开心开心，喜欢我们，喜欢你，啊、欢迎您常来，啊，就是欢迎您常来听我们相声啊，好好好，有时间吧，哎，有时间，有时间，不买票能进来吗？你偷个大褂也能说，你偷个大褂能上台，我们这儿都要票。要票来着不来了啊？不来了，啊，没什么钱。听这意思，不是我们相声行的。啊，您是不是不说相声？看出来了。反正看你穿个大褂有点像，但说话这劲头不像。哦，对，以为我穿个大褂像是说相声的。对对对，不是。哦，不是哈。对，我有正经工作。您有什么？我有正经工作。我们说相声也正经。我没说不正经啊，什么叫正经工作？好像我们不是正经工作似的。不是，都说你们这个相声演员呐、眼力特别好。对，无论什么人面前一过，您能猜出这位是干什么的。这我们倒是有这个特长，是吧？为什么呢？我们见过的人比较多。没错，哎，你们相声演员见人多。哎，问啊，见人多呀？你才是见人呢。啊，别见的人多行吗？见的人多，见过的人多，就是这意思。哎，别说见人多，见过的人多。哎，见过人多，受累吧。嗯，考考您这个眼力啊、您看看我，看您穿着打扮，嗯，言谈话语，举止端方，嘿，我这个做派，我这个劲头，嗯，我这个眼神儿，呵，我是干什么工作的？一眼就看出来了。什么？人妖啊？谁人妖啊？你？我像人妖吗？啊，这是光顾过我是吧？这是怎么着？不是，你主要声音也像是吧？我不是，你别没看出来，别瞎说呀！您这干嘛？这是什么职业？这是我让你猜呀，猜。我没听懂您说的什么。公公。嗯，也有点像伺候老佛爷。多讨厌，多讨厌！人家一眼就看出来你本质了、哦，是不是？像话不是呗？不是，你那你干到底干什么的？我看不出来。那做个自我介绍，您自己说说，行吗？啊，自我说说。能说吗？能说吗？老佛爷准了。啊，不是我这人呐，我这人干嘛呢？缅甸。啊，您倒不阿富汗啊？阿富汗什么事？缅甸什么呀？害臊那叫腼腆。不是，不让舔，不让舔。哎，谁舔？那正式读音那腼腆。哦，别说中国话了。腼腆呢？腼腆，我以为要舔我呢。谁？这大冷天舔我，那不粘上了吗？行，是不是？你是冰棍似的。哦，我害臊。腼腆，那就不用害臊，直接说，没事，没人笑话您。自我介绍啊，您说说。我冒昧。哎，您说说。我是一位搞舞蹈的，谢谢大家。给慈禧太后跳过舞，老有慈禧在什么声音？什么？您别总乐行吗？我高兴。就这么说，您是个舞蹈演员？哦不，演员两个字太神圣，我可不敢当啊。哦，不是演员，那您是艺术家？你太不要脸了，你啊，哪有自称艺术家的？泰斗也行。行了行了，您跳过舞吗？都没看过您跳舞。泰斗这样抖啊？帕金森底子吧？没看过您跳舞。嗯，没见过我吗？没有啊。有原因了。啊，因为什么呀？什么呀？我呀，嗯，不是咱们此地的人使。哦，您是哪儿的马粪啊？不礼貌了啊！什么不礼貌啊？马粪怎么都出来了？什么叫人使啊？我不是这个地方的人呐。那叫此地人士，人使，人士。哎，不是这人，不是这儿的人。哦、不是，您是哪人啊？啊？您是哪里人？你这样说不了，能说，能说，不用缅甸。哦，
能说，没人笑，这有什么害臊的？说说，是吗？说哪人有什么可害臊的？再次的冒昧一下，那您说，您说，我，嗯，英国人，英吉利，大不列颠，行行行，大不列颠还得颠起来是吗？我不颠，我怕你不明白吗？您大不列颠，大不列颠，英国人，英国人，哦，大伙脑子里边打一问号啊。这小伙子胡说八道，就是这跟咱们长得一样啊？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你比我们寒碜多了，你。我让你抱怨我了，我让你抱怨我了。你不就一中国人模样吗？对，大伙儿一看，这中国人呢？对呀，愣说自己英国人。嗯，胡说。嗯，就是胡说。嗯，我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啊？因为什么？我的父亲，我的父亲知道吧？就是你爹。哎，对。别答应啊！没答应，没答应。你父亲怎么着？我父亲是英国人啊，我的母亲是中国人。哦，俩人一结合，有我了。这么说就明白了。明白了。您是个串儿啊！哎，你是嫁接出来的？不是，就是那个一个外国人，一个中国人，那叫什么来着？混血呀！啊，混血，混血。我混血儿啊！我混呐。你有点混，我看混，我混血啊、哦！您是混血，知道吗？哦，什么意思？你去过英国吗？我拿眼皮夹我，我眼皮夹不上，嗯、眼皮拉双眼皮了，夹不上，这拉的跟肚脐眼似的。你那也不怎么样，真是的，别看不起我。怎么着？我嗯，经常怎么着流窜于欧洲一带。您在那边偷了多少东西啊？偷东西嘛，流窜那像话吗？不是，就是那个在那儿在那跳舞，对，流行可能感冒，不是流产。哎呀，别瞎说，那叫流动演出，流动演出，巡回演出是那意思吗？就是在那儿，那不叫流窜啊，巡回演出，在那儿巡回啊，巡回，我就在那儿巡回啊，在那儿巡回啊，哎、这词儿中国话，反正你说费劲，对了啊，怎么着？我是英国人。啊，英国人，英国人知道吗？你们这中国话说的不是那么恨老利索的，啊，不是恨老利索的，是哪那方言、哎，知道吗？我在那巡回，啊，巡回，对、哦、对，咱们久战英国，久战英国，总在那边跳，对，嗯，去过英国吗？我没去过，你个土鳖，这英国艺术家这样说话，会说英文吗？不会呀、啊，你个山炮。哦，英国也有这词儿。对，啊、哦，去过这个英国餐厅吗？没有啊。你个棒槌，是不是？您在这样说话抽您了，一点不像艺术家说的话啊，不礼貌了。吃过这个英国的餐厅的饭吗？我哪吃过呀？你当然没吃过了，你是啊？对，你就吃沙县了吧？我吃沙县。沙县，你婚礼都在沙县办的？哎呀，我太穷了我。一人一份瓦罐汤，是不是？瓦罐汤，飘香拌面，就吃这个了吧？你要没去过，怎么知道这词儿的你啊？你啊总吃英国大餐厅，你怎么知道是瓦罐啊？我听祝贺松告诉我的。祝贺松告诉你。对，我经常。您去过是吧？我吃西餐。啊，吃西餐，懂吗？英国吃西餐。吃西刀叉。嗯嗯嗯。刀叉会用吗？哟，不会不会。哎，刀叉不是筷子，不用筷子，刀叉。有吃西餐。您给介绍介绍。牛排。牛排，哎呀，大块牛肉，哎啊哎，不是啊，你说是馕串，那叫什么馕串？牛排好肉，那倒是。对，雪花知道吗？啊，雪花牛排。牛排，牛排。对，分熟几分熟？我知道。对吗？我们都知道。知道。我们吃七分熟。你吃七分熟？你土鳖才吃七分熟的呢。不是你吃多少？零分熟。哟，生牛肉啊！要就那个鲜味儿。哎呀。拉一拉那血，呲家就出来了。好家伙，比那血性比董小媛那脸都嫩。哎呀，你抱一活牛在那啃不得了吗你、啊？嗯，你没吃过，吃生牛肉。英国餐厅去过吗？没去过。完嘞。那完了，您给说说，您给说说，介绍介绍。外边看啊，嗯，大花园似的。哎呦，呵，大花园似的，漂亮。哎，当中啊，有一大圆盘。圆盘。呲呲往外滋水。滋水。这叫什么吗？这叫什么吗？我说不好，我那叫什么？刺拳。刺拳。英国人注意发音，刺拳。行了，甭刺了，英国人说话太切了，不是？切了。还刺拳，那叫喷拳。我用你告诉我。喷拳。我用你。怎么着？我能不知道叫喷拳吗？你说的刺拳啊？我跟那洗个手啊。在喷泉洗手。对，饭前便后要洗手。哎呀。
注意个人卫生。哎呀，在那儿起。对，到哪儿先去，到哪儿我都揣着手进去。还带手巾。对，到那儿站，把手啊，池子里啊，好湿了，好湿了。对，我呀，从我这兜里啊，把胰子掏出来。还有胰子？胰子知道什么吗？胰子香皂啊，力士香皂，力士香皂，有胰子，不是你媳妇的妹妹。啊，我懂，不叫小姨子啊，哎，姨子，你说香皂就得了啊。哎，哎呦呵，洗出泡泡来，哎呀，洗出泡泡，泡泡来，泡泡搓干净了。行了行了，好家伙，洗脸，拿喷泉洗脸。哎，哎呦呀，哎哎，你太恶心，是不？喷泉水漱口还咽了。哎，从里到外就这么干净。那得干净吗？那个干净的很，都寄生虫呢，都是。知道吗？洗手的时候，喷泉啊，喷泉洗手时候得注意。注意什么？有姿势啊，姿势。哎，这腿掐着啊，这是。他那眼儿往外滋水了。对啊，对吧？哎，你得逮它。哦，逮着。逮着水柱，你这儿正洗着呢。嗯。哎，这儿没有水了。嗯。那儿呲出来了，赶紧过去。哎呀。人像那松鼠，小松鼠似的，你这什么姿势？哎呀，把自个儿鞋踩下来了。干嘛？洗脚啊？嗯，行了，别在这现眼了，赶紧进去吧。往前走，高台阶什么样？一蹬一蹬的啊。是上去是门，挺高台阶。推门而入，嗯，咱们干什么去了？吃饭啊。消费去了。对，我都不拿正眼瞧他。哦，那服务生就不是正眼看。哎，就用我这膀胱这么一扫。您不怕刺人家一身呐？一身什么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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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说什么了？膀胱。膀胱一扫。不懂啊。不懂膀胱什么意思？我的老 baby。您说膀胱什么意思？膀胱，咱们看人啊。嗯。这么看，这为直光。对，直光啊，直光。你要这么看。嗯，两边。啊，这什么？这为膀胱，人人都有膀胱。我有俩膀胱。哎呀，他俩膀胱。哎，你也有俩膀胱，啊、我也膀胱，但是，你那俩膀胱没有我这俩膀胱大，是吧？明白了，你那是人造膀胱，拉的。你有两个大膀胱，哎，超级无敌大膀胱，哎，按你们英国话 ，super big 大膀胱。啊，等，啊。超级大是吧？对，行了，你别在这漏气了，那叫膀胱吗？膀胱。这样看直光没错，两边这叫余光。余光，对，余光。哎，我记着有个膀胱来着呢。膀胱是随跑。随跑。随跑。随跑是干什么用的？装你的。不礼貌了啊！随跑不懂，那装尿的那是。不礼貌了啊！甭管什么光。余光啊，说准了。不搭理他。啊，不搭理他。对，手里拿着手杖呢。不是，您这腿脚还不好啊？谁腿脚不好？您那不是拄拐棍啊？不是拐棍，也不是马杆，不是手杖吗？手杖，文明棍，上面一大疙瘩。哦，我懂了，我懂。英国那绅士风度拄那个是吧？文明棍，绅士拄那玩意儿。文明棍，你还是马杆，你看看。啊，递给他，递给他，寄存给他了？不给他，寄存走时还给我。哦，坐好。这英国侍者个儿够高的，英国人个儿都高啊，个儿都高。对，欧洲英国那边人个儿都高。那你怎么不随你妈呢？你啊，我血统不纯的。行，啊，个儿高，给他礼貌，存起来。绅士劲头，手套。你看英国绅士戴手套，围脖。哎呀，还有围脖，行了。哎，不是。舞蹈家，您这围脖是给长颈鹿定做的是吧？不是，太长了这个。不是，防止往里灌风啊。哦，那边冷。哎，也存起来。眼镜，金丝边的眼镜。绅士镜头。隐形眼镜。啊，这也存起来。哎，哇，鼻子帽，耳朵套。哎呀，口罩。您是不是骑三蹦子去的？我这戴耳朵帽还挺全乎。假牙，哎呀，假牙，您行了，行了，行了。嘛意思？舞蹈家，舞蹈家，我请问您是不是去那儿吃饭的？吃饭。您把假牙给他了，拿什么吃那牛排呀？拿什么吃饭呢？说的是呢。要回来吧。对呀。假牙不能存。你还出了一句日语，咱们还。哎，说的是呢。哎。
呀？嗯，俩牙拿走，我怎么教中你呀？就是啊，我拿什么吃啊？我什么都存。你讨厌劲儿了，你这么大个子，没有眼力劲儿啊？你快拿回来，拿回来，快拿回来吧！你这讨厌，下次投诉你，呸，不是玩意儿你。嘴真碎。哇！怎么了？这不是我的。哎呀，这不是我这。多恶心！别人假牙他还戴，还对链照照。这是我的，这三条没少存假牙。嗯，啊，这是他的，这是他的，合上槽了，合适了，合适，合上槽了，赶紧吃饭去吧。大衣不能穿了，我还穿大衣。哎呦，那里边太热了。是是是，暖太好了，壁炉知道吗？哦，有壁炉，脱下去，你脱。这大衣多少扣？舞蹈家动作就是妖娆。西服啊，还有西服，真是吗？对。脱衣服不老好看的、啊、秋衣，西服里边就是秋衣啊。秋衣，衬衫啊，衬衫在里边，衬衫在秋衣里边。您听这穿法，嗯、啊，毛衣，哎，多扎的，穿衬衫里边。绒衣，绒、啊、线衣，穿多少层呢？这是皮衣，哎呀，皮衣在里边啊。棉衣，哎呀。发汗呢，这是。哎，羽绒服，羽绒服，羽绒服穿最里边是吗？对，哎，这哈，军大衣。哎呦，那西服怎么套进去呢？这是。哎，都得脱了，啊、都得脱了。太热、嗯，还热，那汗滋滋的。那接着脱呗。一件事是不能留啊。打住！哎呀，搭把手，搭把手。里边扣都开了，瞎拽什么呀？你这，我是舞蹈家啊，您是男的女的？看不出来啊。我看你像男的。就是男的，干嘛像？怎么还穿这个玩意儿啊？啥玩意儿啊？就你这刚才这干嘛呢？这脱什么呢？那是贝贝家。贝贝家。贝贝家，你瞎拽什么呀？现在贝贝家都开了。哎呀，穿贝贝家。你看，记上了，别欺负我没见过啊！贝贝家塑形的对吧？啊，为了保持体型啊，但是贝贝家前面解扣啊。嗯、啊、嗯，怎么穿反了？你什么眼神？你这是昨晚停电？哎呀，着急忙慌一下穿反了。英国还总停电呢？我说这两天我老底撅着了，是不是？你看这成罗锅给你穿的，穿反了，都脱了，脱地儿了，还有什么可脱的？脱的是东西呢。嗯，这是什么？兜兜。哎呦，我看出你中西合璧来了，还有兜兜，护着肚脐儿啊。哦，怕它凉。我奶奶给我绣的。啊、哦，奶英国人可是。啊，那我姥姥给我绣的。你随便说吧。上面有俩水鸭子，是吧？鸳鸯吧那是，水鸭子，鸳鸯戏水。哎，野鸳鸯。嗯，野鸳鸯那是。哎，嗯，裤子也得脱。哦，裤子也热呀，对吧？你上边凉快，底下热，嗯，配套了、啊，脱几件，脱几件，西裤，外边西裤，嗯，秋裤，嗯，棉裤，我一猜就有，线裤，绒、哎、裤，哎呀，嗯，皮裤，哎呀，皮裤在里边，儿，这是羽绒裤，哎呀。跟上面都配着套来的，哎，都得脱啊，都脱，哦，一件不能脱。嗯，来吧，接着，打住！啊，打住，打住！你这个要这么脱啊，那个就不是贝贝家。哎，要你说，这什么呀？丝袜，谁看不出来啊？我说丝袜了吗？不这样脱吗？那什么护膝，护膝从这儿脱，连裆的。哎呦，这英国净新玩意儿，连裆大护膝，我自己定做的。哎呦，定做，知道吗？我怕老寒腿。哎呦，你就光着好像吃饭去啊？光着像话吗？有衣服吗？还光？当然有衣服了，光着那不是走了吗？都走光了。哎，不是，你有什么还剩啊？裤衩啊。哎呀，我留一裤头啊，是不是？舞蹈家穿裤衩吃饭去了。对，穿一裤衩，裤衩知道吗？行，我感觉跟起大早似的。哎，往这一坐，嗯，我呀，从我这裤衩里啊，嗯，掏出一根烟卷来。等会儿，啊，
裤衩里，你从哪儿掏出来的烟卷啊？兜啊，防盗裤衩。防盗裤衩。一兜带拉链的，拉锁一小兜，跟哆啦 A 梦的小兜似的。哎呀，哆啦 A 梦，现在火车站都不卖这玩意儿了。就过去老的带拉锁那个。对对对，那个三角裤衩。哎呀，英国三角的，英国还有那玩意儿。红的红的。啊，红的红的。红的，我本命年。啊，本命年啊。红裤衩。哎，掏出根烟卷来。兜里还有烟卷，烟卷混合型的，不定什么味儿呢。我呀，再从这裤衩里啊，把起灯拿出来。您说这是英语是吧？洋火，火柴，火柴，火柴。您那么大艺术家，那么大绅士，不带个打火机什么的？不行，打火机不能装这儿啊，容易爆。容易爆？容易爆！我这一发烧，砰，它爆了。哦，对，英国没有太监。太损了。什么玩意儿？不是，我没有医保。行行行，打火机呢？行行，火柴。哎呀，行。多日没抽过烟了，完这就瞎了。哎，反潮。幸亏穿着鞋，幸亏还有鞋，要不烫脚。叫服务员。嗯。Taxi。您打车要去哪儿啊？上哪儿啊？你叫谁呢？叫服务员啊。你不叫出租吗？这是。也英文，你懂吗？英文 English 英文服务生叫什么 Taxi 那出租车那是叫你说叫什么我虽然不懂英语啊你不懂一下单词我多少知道几个、哦、管侍者叫 waiter 我就考考你我考考你看你会不会懂不懂考我你懂不懂还不一定真是叫什么什么 ter 他不懂吗 waiter 哎 waiter 哎服务员上上威士忌哦酒白兰地两种酒面包果子酱嗯受累来一辫子蒜哎呀呀呀呀呀我要独头的行行行行行叫人听面包果酱就蒜吃干嘛呀有这样吃的吗哎就这么吃怎么吃啊蒜拿来啊嗯嚼咔咔咔咔嚼完了呸脆出去哎怎么脆了不咽啊哎辣心呢还怕辣心多新鲜那满嘴蒜味有什么用呢有用啊有什么用一般来说啊英国餐厅旁边带舞厅啊，有舞厅，对，里边有个妙龄少女呀、啊，嗯，就是漂亮的姑娘，英国大美人跳舞来了、哎，一个人上这跳舞来了，哦、没有舞伴啊，对，老远看见我了，找你呢，啊，啊，这个小伙子长得真精神，这是个英国瞎娘们儿，这是，啊，他怎么看出来精神呢？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对啊，又知道我是个舞蹈家，嗯，是吧？肯定过来请我跳舞啊，请跳舞，他那个舞技也太次了，他不是专业的，对。你说生驳人家面子吧，嗯，咱不绅士哦，拒绝不合适，不礼貌，嗯，婉转一点怎么着？拿着蒜味盯着，蒜味盯着。他过来请我跳舞啊，哦，先生，嗯，请您跳一支舞吧。那你怎么样？我啊，哎呀，冲他打嗝。您是可够缺德的。刚才，哎，刚才，嗯，我刚才偷摸啊，嗯，偷摸我上了后台了。啊，进后台了。哎，我看了一帮人，是都是我们演员，是吗？啊，对，我看他们都不行，不行，不行，我就看上你了。别别，您别看上我，别，我不喜欢男的，我喜欢。你看上我干嘛呀？不是你，不是你，我看你，你扣我呀？我扣我找一筐扣你啊？你磕我？那当鸡蛋给你磕了？哎，什么什么磕你扣？磕头拜我为师啊？你就别说相声了，多大岁数了？47啊！哎，说相声就到这儿了，到死你就这模样了。哎呀，不是您的意思，我跟您学跳舞。你改行，我磕头拜你为师。哎，我收你为徒。我们说相声都有师傅，这一辈子就拜一个师傅，我不拜师傅。这么死板呢？我不拜了，不拜我。我有师傅。这么死板？嗯，看得了，怎么着？也是咱俩的缘分。哦，有缘。哎，嗯、你的造化什么意思？这么着，嗯，我破例，嗯。收你为干儿，我，哇！我要不了你多少钱，还要钱、啊？5000块钱。你等会儿吧。您听的意思，本命年，看这意思，30多岁，36吧？36啊。我47。47。你收我当干儿，还要我钱？怎么了？怎么了？没这个啊！我岁数比你还大呢。你瞧瞧，肤浅。嗯。你艺术就到这儿，你肤浅。怎么？拜师，拜师，拜干爹，为什么呀？为什么？学能耐。你有什么能耐？你不是拜岁数，你拜你要拜岁数，你拜王八好不好？行行，没有拜王八。您这是说话太损。您不是会跳舞吗？我当然。您不舞蹈艺术家吗？我太抖我。各位观众想看他跳舞吗？掌声欢迎，让他跳一个。我就不信您能跳舞，体型也不像跳舞的。你呀、啊，你不要发动群众。怎么了？同志们鼓了掌，我也跳不了。为什么？我没有舞伴啊。一个人跳不了舞。
一个人也能跳啊，就是啊，都得跳一跳，要独舞啊，独舞啊，独舞来，钢管舞，这行吗？哎，好啊，这个，哎，把麦看，这刺激不刺激？可以，来来来，哎，我把衣服一脱，穿着我那红裤衩，行，跳钢管，差不多，不用都脱了，反正这意思，是吧？给你展示展示，行，那受累，你帮个忙吧，我干嘛？你演钢管，你演钢管，你缠着我跳是吗？我盘你，行。你再给我腰弄折了，我重重你，我就蹭你。行，听我一主意，咱不跳那么刺激的，啊、咱来交谊舞。交谊，您不没有舞伴吗？嗯，我多少会几步，我跟您跳，主要展示您的艺术。不是交谊舞是一男一女，那好办呐，那怎么办？咱俩人一个跳男步，一个跳女步。哦，分角色。对呀、啊。哦，假装的啊，一个男一女的。对呀、啊。那行，挑一个吧。哎，来，我来男的。嗯，你跳吧。我还有挑选余地吗？我跳。就是您来男部、啊、我来女部、啊、不行，凭什么不行？女部我不会，我就是简单的会那么几步男部、哦、您不是舞蹈家吗？肯定会女部。是，这样吧，我来男部，您来女部。我来女的。一般来说男的个头也高一点，是不是？您也像啊。好，得嘞，正理我就应该来女的。那是为什么？我长得比你媚气。哎呀，行，那人妖劲儿又来了。您来女部，我来男部。行，咱找个场地。咱们怎么跳？您帮我把桌子咱挪后边去。怎么还搬桌子呀？就在这儿跳舞，观众看得见。哦，主要欣赏您艺术吗？好，行，那行，哎，这点互动区域窄点，一会儿咱尽量往这一片，行吗？行，这就是舞池了啊。但我不像女的，还真是，是吧？谁有那个口红啊？啊，给我做一个美甲。行了，到没那功夫，没那时间。您啊，我们这道具，您看能用什么用什么，简单化化妆，区分男女就得了。哦，主要是怕什么呢？一会儿跳舞时一转圈啊，对吧？交谊舞不得转吗？转来转去，男的女的就看混了。这样呢，他化化妆，反正人啊，确实化妆就好看。人不捯饬不好看吗？对吧？西湖影配洋片，狗配铃的跑得欢，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得有这个陪衬。得有些修饰，但是女士镜头一出来，我们俩一跳舞，主要欣赏她啊，人是舞蹈家，我是业余爱好啊，看人家，看怎么样？哎、来，您吊个绳给大伙看看这是。哎、是不是看我化完妆之后对我有欲望？我想轻生了。我都不想活了，这什么模样？你看我，哎，像不像迪丽热巴？像谁？迪丽热巴。迪丽热巴，嗯，人家要死了埋地里八年，刨出来都比你鲜亮，知道吗？跳吧，那我搬一沙发吧。哪有沙发的事啊？废话，舞厅有沙发，转角沙发呀。哦，女的坐这儿等，男的过来请。对呀，我们相声这个场地没有沙发，嗯，您就假装一矮身。一矮身就好比坐沙发了，行吗？我就怎么说，做米成样了啊！哎、对，我就做米样。您就在那儿一矮身就好比坐沙发，啊、我过去请您不就得了吗？啊！我给您拿点纸啊！要签名啊？要签什么名啊？啊，要纸干嘛呀？蹲那干嘛呢？这是啊，蹲那干嘛呢？干嘛呢？黎明，你往这一蹲，你跟那拉不出来就是了。我等你呢。等我呢？我这等你呢。嗯，我使了半天劲，你也不出来。我说那玩意儿是怎么着？哪玩意儿啊？不是那么的，您别那么刺激，往那一坐，跟坐马桶似的。您这样就好歹一矮身，这个坐沙发是往后一靠就得了嘛。这样啊，沙发有靠背，往后靠。再靠点，我给你来点单口相声。哎，这个乾隆年间，行了，别乾隆了，好家伙的，我受不了。行了，您坐那儿，这我醒了去。咱主要欣赏他演技啊，看他这怎么样。我呢，好比就是跳舞去，今儿没事跳舞到舞厅了。您听，现在是《溜冰圆舞曲》。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小姐，请您跳舞。讨厌！受什么刺激了？这位。小姐，请您跳舞。
伸手，走啊，走。他开了本，开开了箱，拿一冤枉名在上，嘿，三儿，来一跟头，鼓掌，来一跟头，哎。咱这是跳舞啊，我这是耍猴，别跳了。